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19日报道，万众瞩目的F-28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已完成所有试射工作，即将在2019年服役，预计将部署在杜巴罗夫斯基和乌鲁尔，以取代那里的 SS-18 撒旦。也正因如此，28被北约称为撒旦2或撒旦之子 Synaston。 本期节目我们就聚焦降临的撒旦之子 R-28 萨尔马特。蔑视无死角。据资料显示，28萨尔马特的射程达到了15000公里，也就是说，萨尔马特从俄罗斯发射都能覆盖全世界任何地方。此外，该导弹能够携带12个分弹头，每个分弹头的威力为50万吨 TNT 当量。当携带单弹头时，爆炸威力将达到史无前例的千万吨级，足以毁灭任意一座超大型城市。在岛国某地爆炸，30万吨当量战术核武器的模拟图，更大的请自行想象。